上個禮拜3月11日，喺日本發生嘅大地震以及我小中嘅遇難人士，喺比賽開始之前會進行1分鐘嘅默哀儀式，在此向佢哋作出深切嘅哀悼。現在請各位同埋起立。Now, please stand up and observe a minute of silence in honor of victims of the